以三国时代为游戏背景，并且拥有爽快杀敌快感的横向动作游戏《刀锋无双》。玩家将化身美艳的御姐或是娇小萝莉等四种不同的职业角色，在战场上杀入敌阵，奋勇杀敌，并且带给玩家们拳拳到肉的杀敌快感。特别的是，一夫当关的武将们在游戏当中可以使用两种武器，一样为适合近距离攻击的斩杀武器，另一样则是远距离的魔法武器。适时的切换两种武器，就能够对应战场上的各种变化，让战斗更加顺利。还有关卡掉落的物品，可别急着卖掉哦，每一样啊，可都是高等物品升级的素材哦。